哎，你咋了？哎，我来姨妈了，这一整天又闷又热的，很难受。而且我还不敢动，甚至一动就以为别人能闻到，很尴尬。姐妹们，你们是不是每次一来姨妈就浑身难受，提不起精神，恶心想吐，浑身冒虚汗？本来来姨妈就已经很难受了，加上我们女生肌发本身就很脆弱，特别是生理期更敏感了，需要更好的被呵护。如果没有买到合适的卫生巾，真的会让生理期雪上加霜。不过啊，我最近有挖到一个宝藏，就这个7度空间 Space 7果滋润卫生巾。不得不说啊，它直接解决了我的困扰。它里面添加了乳木果和牛奶纤维双萃精华，滋润呵护肌肤，用下来的整体感受啊，就跟面膜一样，六芒星立体压纹，减少了肌肤的接触面，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摩擦带来的敏敏和不适。对于我这种敏敏肌来说，真的很舒服。给你们做个实验，你看啊，用花瓣摩擦肌面，花瓣上一点划痕都没有。敏敏姐妹放心用，就算一整天都穿着紧身裤到处跑，大腿根不磨也不难受，用着没什么感觉。别看它的筋深啊，只有0.1厘米，但是它特别能吸，简直就是量大的福音。而且表面啊，几乎没有什么液体会反渗出来。像我一般来姨妈出差外拍啊，都会提前备上几包。姐妹们，像这种我们女生的私密品啊，真的要讲究一点。本来来姨妈心情就不好了，就要选这种可以让我们舒服的来用嘛。